范国成.275的赛季打击率，这球打到反方向，平飞落地的安打出现，他也敲出了富邦悍将今天团队的首支安打。眼神都不一样。这球打到中间方向，又打穿了，过来啊！哇，原本在一垒上跑的绕过二垒，来到了三垒。哇，新元旭，你今嘛是安怎？今年扮演兄弟杀手啊！哎呦，那拄啊讲啊未说，你过来啊！这球拉回来打得非常扎实，在左半边落地，形成了一支安打。范国成要回来没有问题。二垒安打挡下来了。那原本在一垒上的新元旭停留在三垒，这是一支带有一分打点的二垒安打。哎呦，高国辉回来喽！这球抓第一球打，啊，打理非常好。昨天九下的时候也打了一支二垒安打，把比分原本2-1落后追平比数，结果是正好是卫权是采取5人内野，化解危机了。对。